中老年朋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锻炼双腿，其他的动作你可以不做，但是这个动作您千万别错过。只要你把这一套动作认真的做下来之后，你的双腿、你的膝盖、你的脚踝可以得到完整的锻炼。话不多说，你点个小红心吧，现在跟着我一起练起来。首先是要坐在椅子上，两个腿向前伸直，同时脚尖向前伸出，一二三四，这个动作提高我们双腿在肌肉的工作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。第二个动作就是把两个手扣在我们的膝盖上，脚尖勾起来，一二三四。这里更关键的，因为我们手心是热的，膝关节慢慢的变热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养膝关节的手法。第三个动作这样去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是三个面的拍打，也会有效的提高我们膝关节的工作能力。希望大家每天坚持去做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真心希望大家把这么一个好的动作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一起练起来。